好，那我们要感谢你，就是这么辛苦的带我们练球。不用了，其实我是做客套话。好了好了。哦，痛了。很烫很烫很烫哦。说客套话不用说那么大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快照快照，你们三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我跌倒。不要，我刚跌坏了。哎，两位美女。哎，美女。等一下，做出定雅。三、二、一。